医疗的，对吧？一包三斤当。你要买中古是要买那种完全没整理的，买回来要大整理的那种，那一种价格才有可能。一包三斤卖开两百，开五百，四百有人要吃啊无？四百块有人要三斤当的黑标，我招两个人去啦，三五来啦，三百块有人要来无？三百块。黑标啦，两个五百啦，好啦，一个啦，五百来，好啊来。哦，你个会出价呢哦。黑标有人要吃吗？黑标啊，你敢买啊？黑标有人要吃啊？无黑标啊，乌鱼的标啊。工研院。乌鱼的标啊。工研院是什么东西？有人要吃哦，哎，来来来来来。不会不会的，他们有在动动来动去，不太会。来啊，这有人要吃无？这啊，这叫啥？牛肉卤牛肉卤对吗？牛肉卤啊。我春节南山的原则上拢无啊，暗时天气寒寒啊，煮一卤饭食。恁听我意思，暗时天气寒寒，落到一包卖偌济？市价三百，市价一包卖三百，一包卖两百。我招我招两个人客好啊，才剩四个人客尔就对啊啦。来啊来啊来，剩四个人客啦，剩四个人客就对啊啦。两包开六百，开五百，四百有人要吃无？四百块啊。我就一个三五三百块，有人要来三百块，三百块牛肉卤牛肉卤就对啊。你呢？买只卤无？买一碗那面甲蛋就煮只牛肉面个只。真的假的？卖开三五三百，你也过来啦。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？两百块啊？在市区是不是？牛肉卤两百块，有人要吃啊？牛肉卤。牛肉是啊，要是你只牛肉无啥好，两百块有人要来无？两百块啊？牛肉卤两百块啊，人要吃啊！同仁，我相信，同仁，我相信，我有听我妈讲。内底有牛肉头，七八块吧。多呀！嗯，啊，牛肉啊，红烧牛，哦，你买红烧牛肉面无？好，一包一百块好啊。先试吃，先试吃，哎呀哎呀，先试吃一下，一百块有人要试吃的吗？牛肉卤啊，牛肉卤一百块啊，人要试吃啊？牛肉卤一百块啊，人要试吃啊？大个买两包啦，两百块就对啊，两包啦。一百块刚够人要试吃哈，一百块啊，一百块有人要试吃的吗？店娘子，牛肉卤一百块有人要试吃的吗？牛肉卤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。牛肉卤我春节俩拢无啊，春节三包俩，春节三包俩够人要吃啊。一百块够人要来，啊牛肉卤你若三味较多落，就是变牛肉面啊，同意是吧？一百块够人要来，啊这也刚好。你三个食买一包，一百块起来。新城，你是住在高级豪宅是是？高级豪宅区。哎，老子要坐，我袂坐。钱无，一百块啦，讲完啦。卖啊，你卖啊无？一百啦，无啦，你哪个啦？哪个较水啦？真自然的，要等下久。好啦，够咯，一百块。一百块有人要吃无？最后一个，一百块。你看，食好食，咱伫遐等你。保全走。一百块已经够人要来无？一百块钱，一百块还有人要的吗？我就退休了。一百块还有人要的吗？一百块啊，一百块拢没有啊吼，拢无人要爱啊吼，拢没有啊吼。好，来时间讲贵，咱卖坐。来，我问一下，到底上街一三个啊？我在云吞村遮尔，我在云吞村遮尔，咱站的无偌济。伊原则上一包黑人嘞，伊内底包黑人价的。这个包装你去任何经销商看哦，你敢认识得出来哦？这包装做侪小年货啦。各大连锁是两样的拢有啦，一块偌到卖偌济，一块啦包黑林的哦，包黑林干的哦，一块超市盖无卖偌济，一块啦盖无卖，八十年到十年一百块啦，尤其种包装大一百的对啦，卖讲开一百啦，一人卖两包啦，三千九百九十九啊，卖开两百啦，你喊无？无你喊爱送未来的开始，系啊，来啊来啊来，我全家人赚的尔，这应该有够你几月买啊？一人买两包啦，卖开两包，这三包好来啦，卖开三包，你还无啦？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？无包黑人呢？你等于黑青菜有拉拉，中汤安尼就好啊。你等于中汤就好啊。两百块有人要吃啊？
这样来啊来，这口我送的，200块就好啊，200块，200块我人要吃啊，200块大补，200块我人要煮汤的啊，200块200块来方便啊，这样，200块200块，够夸张，200块我人要吃啊，不200，是多大？200块我人要啊，地平多大？200块我人要啊，我看。不啦，你放心啦，来，这个提包记得，提包谁啊？200块要200块啊，一路都是。400块你要多买，你都买无啊？200块好，人要吃无？200块。肥姐，我最后最后人客200块好，人要吃。差不多。200块好，人要吃无？200块啊！来来来，整理客。最后人客200块好，人要吃。你说含家具那些还是没有？我只有含家具、电视、含那个地板什么那些都含。200块啊！可能都1700。200块人要吃啊！最后一个客人，最后一个人客。没关系啊。最后一个人客，哎呦。差不多1700哦。唔啊，来你讲话。我讲你买无同意。来，哎呀，我会改贵，100块，200块，100块，100块我人要吃啊，100块啊。啊来，今日我为着你啊，赔100块。今日啊，小小的无啊啦，拢无啊啦。来啊。哎呀，拢赔啊。啊，小的啊，100块啦。对啦，哎，对啦，阿姨，我要买两台啊！阿姨，你唔买，我买一台翕无？阿姨，来买一台小姐啊！你唔买，买一台翕无？你讲的啊？啊，慢慢慢，我带对的。你还做派参详的你？100块，哪有人要真的？对吗？哪有人要煮汤的哈？做派参详啊！变质啦，还什么？啊，你买买，你卡问讲的。你在问什么？内底包黑衣夹啦。100块，我招一个人去，最后一个100块，无啊吼。高点尔诶，高点尔，继续我啦，阿未完咧，高点尔，阿未变汤咧，我有咧啊，都几有心诶，有鳕鱼你敢要食？我喜欢咧啊，鳕鱼你敢要食？鳕鱼啊，好无？用蒸的用吹的吃啊，用蒸的用吹的吃，来，鳕鱼。人诶话出动啊，炸十三烧来，你即摆甲我讲无啊？你讲诶较好思想。鳕鱼啊！哎，你看人要蒸的无？用蒸的用炊的好食，帅气啊！我招一届啦，我只想大地水的就对啦，大地水的就对，好鲜的，这么好。可是我告诉你，都有一边就是不懂，啊，无多伊这个少啊。所以你看你花鱼啊，拢花这较济啦，这单边都懂啦，帅气啦。你等于用炊用蒸的好食，外口我一斤卖300，我400啦，这边提就对啦，这边我提300，两提起200，两提提我一个。500块，然后要吃500块，阿姨，你要算一下500块啊！我跟你讲，要转个银行。好啦吼，四叠落来500块就对，我袂甲你提，你用钱啦，袂甲你怪啦，四叠500你买无啊啦？我这台四叠我赚500块好啊，500块大佬啊，来夹外围靠，你夹个多少？500块够人要吃啊，无两叠落来，然后就剩500块就对啦。来，四叠落来500块就对，我这台两叠，四叠我赚500块人要吃500块，来阿姨阿姨准备啊！500块拢买有啊吼，拢无人要食吼，好来是拢都有得食。来，我问一下，这鱼咱啥面顶有人要蒸的啊？你等于用蒸的好食，我当然要蒸的。哇，你家还租楼下店面还租给饮料店啊？来，这样虾米的，来，阿丽，这样虾米的，你等于用蒸的，用蒸的好食，落好一袋，落好蒸到三只就蒸袂好的，袋啦，袋百块啊。来，我就一箱两袋，我来两袋，来，不能吹六遍，太到自己。只要我来。200块除非是要清货底。我这里200块要来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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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
要减收入，那一个月租不少哦。应该最少有两万吧。还是没那么少。给啦，我阿姨吃给啦，吃给啦，阿姨吃给啦。我到这听，我到这听。挂到这听啊？系啊，挂到这听。哦，痛。阿姨给你没有？算过，算过，高亮的算过。那我追，哇，要急追啊！那我追。哇，三个人要跟我联合直播起来了，没宝贝联合直播嘛？三个。两个，你可能见到一个啊？一个是在直播嘛？哎，我再看未出来，看未出来，找不到找我。这两无啊，叫来开讲。哈。哎，各位老板今天生意，剩几个了？我拍给你看。哦。我拍给你看，剩几个？剩这些。炒个锅，炒个锅，有没有？可以。哎，炒锅了。春节呀，你干嘛要笑笑？冰心呢？那凉了啊！那凉了啊！没啦，因为时间过了。太过分了，搞啊！上车了。阿肥要，我车嘞。阿肥要落眉湖，落我那边坐起来。阿肥要行的啊。落到咩？也过雨了，你在等的。想出来，伊家己出来哦，无啦，伊出来啦，伊几牛用，伊叫出来啊，伊叫如果要出来倒地啊，咱搬出来还有无？四羊早，阿无过算了，小胖早安，咱搬出来刀工收细地啊，馄饨春节啊，能包你啊，哎呦，馄饨啊，哎呀，包黑你呢啊，要求我卖完了呢，我快卖完了，全部都快卖完了呢，萝卜糕。